吉林，那根本来不及透过对讲机求救，只按了，因为可以跟列车长对话嘛，没有办法。于是呢，就这个为了逃命，继续往前跑。那因为他一直挥刀，他就转身背对凶手，然后呢，他就赶快先拨打119，因为刚刚那个没有办法对话，他就拨119。结果被发现之后呢，就从他的后背、右手跟左边各砍一刀，然后回头挡。所以他现在在台大医院，他是右手筋好像是断了。而且呢，他就拿出那个折叠刀，要打算刺胸口，所以移动港刺胸口，就是那种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是他跟他讲了说：“你已经砍我4刀了，请你不要杀我好吗？”他突然讲了这句话，陈佳慧。所以呢，郑捷竟然就放过他，愣了一下，继续往前。对，所以也就是说，他刚刚讲的没有错，那个说你有反抗的哈，好像就还有一点机会，对。通常会那个4个死亡都是来不及反应，都可以有堵掉动脉啦、心脏啊。其实这个是叫做野狗反应心态，像那个有一些比较凶残的狗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到它跑，它就会咬你；如果你正面对着它有那种反抗能力，它会犹豫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个等于说给我们大家一个经验。是，好，来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好了。后刚才我们今天有找到阿贤塞，好，这个资深的这个检官，好，那这次有人被杀了，那有人是抵抗了，好，其实很多人就讨论说，除了靠警力之外，还其实要靠自己，好，那请阿贤塞，你干嘛讲这边呢？安呢，那是力量要怎处理？我的看法是这样，你在现场哦，对，在现场，如果我是在现场的话，首先呢，我们必须就衡量。衡量就是说，你有没有宰掉？你有没有学过相关的技术？那你跟他对视的时候，或是你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你的等于是你的能量跟你的技术有没有 cover 过去？就是你可以赢过他。你像你那边那个卡苏拉，你那边攻击他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在杀人，我看的我也很难过。如果是我在现场，我如果要反击的时候，我必须要有置他于死地的决心了。我那边过来新人，我都我一点没有力气，那种决心啊，阿伯一头力气，阿伯一头力气嘛，你就啊，不然的话呢，没有学过的人或是一般的民众，我真的不建议你去刺激他，因为你刺激他，你怕他一波挨掉，一次我给你都给你。我哈最近都想说，我是不是出门都要穿有皮带的？我抽皮带出来。其实我们身上有很多武器，可是大家都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想到。他一定不会杀你，因为他以为你要脱裤子。好意思，是，以你的美色有可能逃过一劫。所以那一天哈，那一天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用。对，第一个很多，为什么会无言呢？你真是我这么认真的想说，皮带会有点皮带头，对，皮带头是很硬的。可是大家知道吗？郑捷他是跆拳道两段的黑带高手。好了，那你说我还是脱裤子比较有效是吧？你会惊吓到他了。所以呢，一般像这种状况，皮带有没有效啦？啊，皮带有没有用？皮带有用啊，当然有用。但是呢，你不要。要拉皮带的时候，那个过程他已经砍你3刀了，那你要衡量那个时间，你够不够解开？对，阿丽娜，像我们的衣服也很好用，可是你不要衣服要脱了老半天，他已经给你5-6刀了。可以卷起来，不是卷起来。第一个，你如果像手会受伤哈，第一个是手，如果你这包住的话，你挡刀的时候他不会受伤啊，因为但是你挡刀这样挡的时候，我们所谓抓刀最主要基本抓了以后跟揪了以后，那个手。手就整个会，我们看到很多叫这叫抵抗伤，一个你掉了进来，骨头骨头就会等你哦，有的说不定肌腱什么都会断，所以你用布包起来，好。那第二个，如果都砍过来，你刚好衣服你整个把他手包起来的时候，包起来的时候还是有用，那你再用脚啊等等，或是大叫去攻击他，对。但是一般呢，我不太建议说你没有这种技术也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的时候，你唯一可以做的还有机会的话，所以逮龙罩嘛，就是人性，这个不能怪说大家怎么逮一顶罩。可是跑的时候有一个最危险的就是会跌倒，人会踩人，这个在很多的暴动事件都发生很多这种。QQ 怕鞋，也有大鞋。所以如果这是如果身上有背包，应该是很好。对，背包也很好啊。背包如果说，你背包买的可以挡这样子。对，红衣你知道吗？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开玩笑的。
有一个爸爸在昨天事情发生了以后，他的女儿背了个背包要出去，爸爸拿一个东西说：“女儿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这个东西放在你的背包里。”女儿瞠目结舌，觉得不可思议。你知道拿什么吗？书、砧板。砧板？拿砧板干嘛？放在背包里，万一有人吃你的时候，拿这个东西去挡啊！你知道我不是开玩笑，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他女儿，那一定是你啊，还有谁？不是啦，我怎么可能做到？女儿拿到公司了以后呢，然后就拿出来，那同事问说：“你拿个砧板干什么？”后来大家去买水果来切了一个木剑。但你就知道那种害怕，但是背包是对的，可以挡。那个，尤其是像有志这样西装或是我们的夹克，对不对？手这样卷的原因不是叫你去跟他打，不是，是万一他要切割你的时候有一个空间可以挡。还有，其实把那个西装外套什么东西甩了以后，你有看过黄飞鸿的电影吗？起来小你知道吗？刚叫那个原理跟你的黄飞鸿皮带一样，跟你的皮带一样。你也是，当然是叶问看太多。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告诉各位了。像我们以前当特种部队的时候，遇到这种擒拿术，哈，然后就跟你干。我想为什么要哈？你知道吗？哈的结果是要吓阻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影带？当他杀了很多人又回来的时候，到了最后一个车厢，退无可退了。几个中年男子拿个雨伞，那个吓阻他，已经流血嘛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有没有哈？有吓阻作用。那其实有吓阻作用，而且集体在一起的时候会凝聚。他那时候已经杀到眼红，但是他的体力也耗了一半以上了。是啊，阿先生，那个灭火器应该蛮前后有。灭火器可以，灭火器哈，基本上就是说，因为那时候你要拿灭火器，所以你要很熟悉啊。对啊，所以你要一直要看那个间距，就是说，哎，你的边啊，你可以啃灭火器，还没开出来，楼里很多人可以喷啊，对，可以喷东西。你要看，哎，远远来了，你就准备，而且你知道怎么做。那我刷嘞，那我刷边了。而且来的时候你就冲过去一喷，那个都有吓阻的作用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要有，就是说防患未然嘛，对不对哈？我们真的要有一些这个讨论哦，不是说要去刺激昨天反应的人，是万一遇到的时候，因为有一个，因为这次会死伤这么严重，所以大家想都没想过。阿显山讲的最好是在没有。有办法，我毫无退路，我死路一条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赌一把，跟他搏了。赌一把的时候，雨伞。为什么他会阿贝啊？62岁的雍贝啊，阿贝啊，有没有那个雨伞干嘛？雨伞哦，那个尖的地方哦，是我跟你讲，就好像那刺枪术的意思一样。那你要拿那个地方，你要拿。那要打蛇打七寸，有没有？拿雨伞的最尖端前面一点七寸，好使力。我告诉各位，人的几个弱点，我现在不是教大家去犯罪，不过正常人你不可能提跑上去突然嘛，在救命逃无可逃、毫无退路的情况下，人有三个弱点，尤其是男人，脸部、肋骨下面，然后还有他的下裆、下体，这个三步可以这样搓，要不然就把雨伞倒过来，倒过来变成什么？一个钩，钩可以干什么呢？你那个钩个啪起进入吧，可以把，如果万一打到手掌的话，刀可以下来；要不然也可以把它勾到他的刀子。我就要先再讲一句话，非常关键，就是你要置他于死的决心。我在场大概都是敬雄党，说实在的，你说捷运上那些人也都是善男信女了。你真的有跟人家打架过吗？在场，我问你，我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蛮坏的，他大概让羞怕鬼。我第一次代表人家像那个定钩机嘛，我不知道，因为大家没有肢体接触过，你不晓得面对那个人的可怕。如果大家真的没有，千万不要去。我觉得这条新闻很可怕，就是那个北北真的很棒，我也很称赞他。但这条新闻如果出来之后，让大家会说啊，拜我们走几年，我跟你千万不要。为什么？你喜欢帕西尊重肢体对肢体，你不要想说像叶问那样哦，一个来一个挡，没有。什么叫喜欢帕？定攻击是已经到这样子了，乱打，什么最可怕？外面人熊熊，所以我们的前提是退无可退的时候。对，那我这边要特别提的就是说，我们现在都会讲的那么激动啊。另外一群创伤是什么？是当天有在捷运的逃过一劫的人，他第一个先庆幸自己逃过一劫，之后那个创伤是什么？是说他觉得自己有罪恶感。好，这等一下，就是刚刚讲的，我为什么没有来？我们多做一个动作，对不对？他先打架说什么最安全？你知道，其实侧面面对打架，避开要害了。侧面，我第一次打不下去，有时候我就等。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，问一下阿神塞哦，郑姐的长相有没有啊？因为有点，因为她已经杀红眼了，真的看起来很恐怖。她长相有没有可以分析的？因为你看过这么多的这个犯罪的人哈。以前我的专业是在鉴识，所以我看的一般都是不动的。哦，那别叮当的啦，啊别叮当那个，但是死人也有死相哦。死人也有死相哦，但是呢，对于这个侦讯哈，死人也有死相哦，死的那个面相，所以呢，一般因为在侦讯或是心理学也好等等哈，那个面貌其实是可以判断的。
相由心生。嗯，你心里在想什么的时候，你的很自然的就会展露出来。所以你看维行书，有的刑警一看查话来，嗯，对不对？那个老刑警一看这人，临检的时候，你说哎，这个人就要停，那个人就不用停。对对，为什么？你凭什么？那个就是一个经验，所以有时候很难，没有办法，你解释说一点啊。可是我觉得骗不过人的地方是眼神，眼神。立明公哦，这谁几厉害吧？其实正杰的眼睛拍了。正杰这两天有向学长说他是正统的下三白。那个眼神，你看那个眼神。所以呢，你比如说那个眼神盯着你，或者说有一种像吸毒的，好像喝酒的，好还有呢像一些准备要犯罪的或者含恨的，那是一件。就你把哪我哪边电钩给进那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先入凶光？对不对？那个眼不是眼入凶光出来，那你才会喝止对方。那是壮大对对壮大，然后你那个完全的气势跟你心里所讲是从你的眼睛显露出来。可是呢，我一直觉得说不要从面貌来判一个人哦，你看你个拍档你不准，因为有的是面恶心善，还有的是面善心恶，所以很多杀人犯。刚开始杀人的时候，他就很凶恶。可是，一到监狱里面，经过一些宗教的洗礼之后，哇，那整个脸改变了。那个是正统的下三白，还有一种是上三白，就是眼珠子比较下面的，一二三哈。所以你看那个眼神哈，下三白人太俩公，那个眼神就有一点呆滞。所以你看喝醉酒的、吸毒的，那个眼神呢，基本上他就有怪怪的，跟我们一般人的眼神会飘来飘去啊，然后很有会转来转去啊，等他眼就是呆滞。但是其实他整个人的情绪。是在酝酿，等到它爆发出来的时候，会牙红起来哈。那个，所以杀人会杀到眼红。我曾经看到那个嫌犯杀人杀到，整个都等于是完全没有办法自控。所以呢，发现最爱的人，很多杀人杀的最厉害是他最爱的那个人，就是最恨杀的那个几乎杀的最惨的人，因为他整个牙红，那个人爆发就像火山爆发。这些人跟他又没有关系，郑杰杀的都是跟他没有关系。但是他基本上他就是心理的问题，然后展露出来。对，美人刚好讲到所谓的三白眼，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下三白或是上三白，相书上里面尤其对四白眼，对不对哦？他说这种人在愤怒的时候非常的极端的哈。不过刚刚阿神山讲的非常好，相由心生，也不是说我们可以发现，其实他小时候还没那么严重，那其实他是后来学，我觉得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洞，他的水库里面其实有个洞，那个洞从小变大。可是我们大家都没把它堵上，都没有发现，然后都一直在漏接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水越漏到后来，整个水库坝体那个坝体也整个溃堤啊。然后可是也不能去因为这样就断定说他是这样。我讲一个我们大家都认识的朋友好了，党规，我也在讲郭东修，对，他也我认识他二十几年前的时候，以前洪明冠台南的西村，他那时候就是三白眼，三白眼。可问题是那时候三白眼跟所谓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，随着后来他慢慢修，慢慢改。慢慢改变后，见了对不？你可以发现他的眼神在改变。对，那时阵这块呢，在相学上叫做萧高霸，你知道不？他那时候其实是很凶狠的，也好名冠台郎，你知道不？那时候是很凶狠的哦。然后，可是啊，后来他唯一没改的是骂三字经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他的整个眼神全部改了，全部变得柔和了。所以我们就举我们最好的朋友为例，所以象真的可以游戏。捷运杀人案发生后，全民该怎么疗伤？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，到底该怎么自保？伤痛过后，我们学到了些什么？周一到。